好，来看题目。请问你有关于原子结构系数何者错误？好，原子系就是质子数 ，A 对。失电只会带正电，得电只会带负电 ，B 对。原子核的质量就几乎就是原子的质量，电子量很小，忽略不计，所以 C 也对。所以只有猪是错的。会是电中性是因为质子数跟电子数一样，跟中子没关系，中子是不带电的，所以答案就选猪了。OK 吗 ？OK。停车站借问，这里谁对？谁对？帅哥男吗？要找一位可爱的帅哥男。帅哥男叫做24号。24，你到底？这样也要求救哦。A 是对的。B 呀。A， 你说 C 吗 ？A 哈 ，C， 你说改成 C 是对的。质是原子，质子的质量比电子大很多，电子只有1800多分之1 ，A 错。会成为离子的原因是因为得失电子，跟质子无关，所以 B 错。我们判断的方原子序排队的次序，你摆在一样的位置就视为一样的元素，那是质子数，不是中子数。那么是质子加中子才叫做质量数，所以猪是错的。所以只有 C 是对的，因为我质子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的元素、不一样的原子在周期表摆在不一样的位置，所以 C 是对的。OK。练习十四，谁是错的？练习十四，谁是错的？可爱小女生，可爱小女生，小女生叫做6号。猪，请坐下，站起来，毫无犹豫的就说猪。猪是错的。原子序是质子数，不是中子数，不是中子数。其他的系数都是对的，所以我们错误答案选的就是猪。好，来看下一题。他说：“请问你这样子，原子序这样，所以是何错？也是要考什么叫做原子序，什么叫质量数，然后加加减减 ，OK？ 然后原子序11就是11个质子，质量数23就是质子加中子是23，那扣掉11个质子，还有12个中子。”好，正常电中性是因为我们的质子数会等于电子数，所以质子数如果有11，电子数也是11。然后我现在如果变成正电，就表示我失电子，正一就失一个，正二就失两个，那是正一就会表示失去一个，11个减一个就是10个，所以呢会有10个电子，所以选项猪是错的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猪。这样，好，同理可证。这样谁对？这很简单，这个连这个基本上连加加减减都不用啊，很简单。停车站借问，无人有问题吧？无啦，现在是我要问问题啦，有问题，我有问题要问。来，帅哥或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这帅，这是帅哥哎，28，28，站好，你答案选谁？猪，请坐。答案选猪。原子序12就代表质子数12个，质量数25就代表质子加中子25减12，中子是13个。这里没有问中子，然后电子数正常跟质子数一样，所以也是12个。所以呢，就是选猪。OK。下一个，请问你，这样，然后问你。Mg2 正有几个电子，就是稍微需要加加减减，好，了解一下原子序，了解正常情况下电子跟质子的关系，然后知道一下为什么会二正，就可以解决了。来，帅哥美女，我们要找的叫做美女叫做2号，答案A， 请坐下。你答案选的叫做 A。
这里不需要中子数，所以不用管怎样数，原子序12就代表质子数12，正常情况下质子跟电子一样多，所以电子12个。mg2 正是带两个正电，带正电因为失电子，所以失去两个，12减2就是10，所以答案就选的是 A10 个，就是很简单的了解什么叫原子序，什么叫质量数，就可以回答一些有的没的问题。 OK。